因唱红电影主题曲《那些年》而备受注目的胡夏，近日为即将在台举办的首场售票演唱会进健身房练肌肉，唱片公司更安排台湾健美女神传授健身技巧。胡夏现场跟老师徐雅玲做仰卧起坐，朝八块腹肌看齐。看到健美老师身体肌肉线条，胡夏自叹不如，更透露希望自己能练出林俊杰一样的身材线条，但对女生练健身就持保留意见。因为我觉得老师比我壮啊。对啊，因为比我壮，就觉得说怎么说呢？感觉我就觉得男生一定要比女生要壮一些，这样会比较好。看像 JJ 林俊杰，他有在演唱会之后有拍那个就是上半身的肌肉照，就我觉得就是有线条就好，就是。而对即将召开的首场演唱会，胡夏则称自己压力大到连续做了一个礼拜的噩梦。演唱会上自己也不会秀出在健身房的锻炼成果，而是选择在微博上跟歌迷分享。所以这几天一直就连续做了一个星期的梦，就是每天晚上都睡不着，就觉得很紧张，因为我觉得还是以唱歌为主，对对对，那这个会就是之后练好了之后，可能会以这个 po 微博的形式啊，这样让大家就是也看一看，就是我练的成果这样。有没有哪一个艺人？